黑石鸢。是吗？黑石鸢，对，黑石鸢。真的？看到看到黑石鸢哦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我想说，早上给你看。看不到，我用望远镜啊。对啊，没有。哈哈哈。黑石鸢，它在睡觉吗？它有在动吧，有在整理羽毛之类的。在抓羊。啊。哦，终于拍到黑石鸢，虽然没有在飞行本没有拍到。它等一下说不定又飞了。啊。我们三点就要走了，下好了，还有15分钟。哎，对对，他转方向了，就他换方向而已。我现在就已经看到白白的，他没有要飞呢，他飞起来就可以收工了，怎么看不到他的眼睛？对啊，他可能眼睛一直在看地上有没有老鼠。爽啊，这次来看到拍到黑翅鸢。飞呀飞呀！现在是用四倍啊，一直在理毛哈。我现在看都在理毛。这个真的比较暗哦，这个看比较亮。啊？嗯。哦，这黑翅鸢其实还蛮漂亮的哦，真正水。正面都白了。左边这只是黑鸢嘛？对。好了，三点了，要回家了。三点，我看一下，有吗？